里马总统和夫婿今天同超过5000名西北区的居民、社区伙伴和宗教领袖享用结束一天斋戒后的晚餐。来自义顺、三八旺、马西岭油池、荷兰五级芝麻集选区的居民齐聚一堂，活动也开放给非回教徒，希望借此促进种族和谐。哈里马总统现场也派发一些青包给一些受益人。